通常都是我就比较软弱的一点呢、就比较宠他们了、他就比较要叫他们多一点了，所以就一个 bad cop good cop。 但是他是刻意的，我觉得他是见到我如果是骂我主要是骂我小的那只小狗，因为他经常也会乱骂其他狗。 他比较凶对，但是他就会每一次见到我骂他的时候就会做好人啊，然后就抱着他，所以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就不太公平。即是这个养宠物的方法是不是都可以演下将来自己养小朋友的方法？我觉得就会这样的，如果我们有生的女孩子就死定了，我就会很宠她，就会每一天都会抱着她，就会亲她。我希望将来如果真的是有小朋友的话，就希望不是这样啦。可能会如果是先生儿子会比较好，女儿就比较难搞。对于如果有儿子，我就会比较 strict 一点。对，就是好像跟 Riley 是男生，那另外那只女的就她就很宠她。但是 Fred 有没有见过 Step Up 的狗狗臭呢？都没有，他就我自我的信心很大，就对我自己的感觉良好，但是我很清楚我在家中的地位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俩都很爱他们，我们睡觉都有小狗狗在我们旁边，所以就还好，没关系。